大家好，你们好，今天是20几号那天，今天是7月24号吗？好像是吧，不记得了，7月24号星期天吧。我今天想和在美国做按摩的技师们，或者是有兴趣的这些人们谈一谈我做了2年按摩的看法。我做按摩在美国从2020年的5月份吧，到今年，现在是7月20几号了，也有2年。有2年3个月了吧？这样，两年是24个月，有27个月了吧？刚开始照葫芦画瓢，到现在我也是属于顶尖级的了，在全美的帽里边，从我的按摩的这个手法呀，或者是说技术啊，或者是手艺上来说，都是可以过关的。这样，小费呢，在同行里边应该也是比较顶尖的吧？这样。可能看视频的人都是一些初学的人吧，就是想知道怎么学习这个按摩，是不是？或者是说，怎么样能够学会按摩，是吧？我想说我的这个体会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就是啊，不要被一些这个话所吓到，你知道吗？就不要被一些老技师啊，或者是一些他觉得他按的挺好的这样的技师，被他们吓到，你知道吧？那我举个例子来说吧，很多技师都说，按摩的时候要用这里按，对吧？要用这里按，要用肉按，不能用这里按，不能用肘尖按，是吧？不能用肘尖按，这不是肘尖吗？这不是肘尖吗？就是很多技师都是说不能用肘尖，这里是不可以的，no，要用这里按。我的体会是错的。错的，你他妈的谁他妈能用这里按呢？这他妈怎么使劲呢？对，这没法使劲呢，对不对？怎么使劲嘛？对不对？根本没有办法使劲的，是吧？这样子，肘尖，我现在做按摩是全程肘尖，好吧？全程。全程，你听见了吗？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现在已经很少了。之前偶尔的时候可能会和一些同事们互相切磋一下，可能是给同事们按了10几分钟的时候，他们就会问：“哎，你是不是用肘尖按呢？”我就会跟他们说：“你搞错了，我不是在用肘尖。”我是全程肘尖，全程肘尖儿，知道吗？是这样子的。那你们可能会问说，全程肘尖儿按哪里啊？对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，有很多技师都说，不能按骨头，不能按骨头，这样，
尤其是按背的时候，说不能按骨头。但是对于我来说，我是按骨头的，好吧？比如说这个颈椎骨头啊，这属于这个什么？这属于什么？这个是背、腰、胸椎的骨头啊，还有腰椎的骨头啊，尤其是肩胛的骨头，肩胛的骨头，我都会按的，这样。而且是用肘尖哦，而且是用肘尖这样子。但是你要注意的是什么？就是你给别人按的时候，我肘尖不能痛哦。我肘尖痛的话，我痛，不是他痛。你搞清楚好吗？是我怕痛，不是说他怕痛。就是我如果是说，刮到他身体的骨头的话，我。或者是顶到他的是，应该是顶吧，刮是没事的，划也是没事的。我现在没有模型啊，因为实在是我觉得很无聊，所以说想跟大家聊一聊这个事情吧。但是我如果有这种，脊椎骨的模型，那我可能会给他演示一下啊。比如脊椎骨，它不是上面就是，朝向这个后背的皮肤上面的，就是他趴下来朝天的时候，这个脊椎不是这样子的吗？有一些这种，对吧？有一些这种凸起嘛。那我按摩的时候，肘尖是从这个凸起这里，这样子划来划去的，你明白我意思吧？是那么划来划去的，这样的话是没有关系的。对啊，这样是没有关系的。还有肩胛骨的话，沿着肩胛骨的边缘这里，沿着肩胛骨的边缘这里，就是这样划来划去的话，也是没有问题的。所以我想说的就是，很多老技师啊，或者是说，所谓的成熟的、熟手的技师，总是说，不能够用肘尖，要用这里，错，我觉得是错的。另外是他说不能用骨头，我觉得也是错的。这样，我觉得我是没有任何的，我现在做按摩的是，我是会刮到骨头，或者是说会划着骨头来按的，划着骨头。比如说按这个脊椎的时候，或者颈椎的时候，就是用这个肘尖来这个顶这个颈椎。颈椎是能够承受很大很大的这个 pressure 的好吗？就是这种压力的颈椎啊，这里脖子上面这里。这个东西，你不要按这里啊，这里边啊，你自己试一试嘛，因为你自己按的话，你自己痛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就不要按自己感觉痛的地方，你按这里嘛，这样，就是你按这里的时候，这里能够承受非常巨大的这个力气，好吧？所以。你看这个东西，我在网上买的，在这个亚马逊，就是 Amazon 上面买的。那你看这个东西，你自己可以试一下吗？它可以这个颈椎这里啊，可以承受非常非常巨大的这种压力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换句话说，你用这个拇指啊来抠的话，你用拇指抠的话。不论是你用你把你就你把你用多大力气，都没有关系的，你知道吧？是这样的，或者说用这个肘尖来这样压这个颈椎的话是没有问题的。我刚刚说了，就是一个是很多成手很多熟手说不可以用肘尖，还有就是不可以压骨头。我觉得都是错的，哎，扯鸡巴蛋！我就用肘尖，我就压骨头，没有问题的，好吧？还有我想说的就是，我这个是纯技术方面的啊，纯技术方面的。
另外就是按摩的时候，就是要怎么跟谁学啊？跟谁学？我的体会是要和这个看着他做功不，他觉得我看起来他做功，我觉得他不累的这样的人学习按摩，这样，对。假如说看起来我看着他做工我都觉得累的话，我是坚决不会跟他沟通的，你知道吧？我的意思沟通就是互相切磋的，因为我觉得，他做工很累，我学他干嘛呀？我本身我的这个就不是那种非常有力气的，或者是说非常的。啊，你像有些90后的弟弟们，他们浑身都是力气嘛。干活是不犀利的，做工啊，给客人压的时候是不犀利的。但是对我来说，我不想那么苦。我身体如果是觉得稍微有点累的话，我会觉得很难过的。所以，我不会啊，我再说一遍，我不会和我看着他做工很累的人学习，好吧？是这样子的。我记得第一个教我的人。啊，对了，尤其是刚开始做按摩的时候，你看不出来谁做得好，谁做得不好，对不对？你看不出来的，因为全都是这样、这样、这样，对吧？你看不出来谁做得好，谁做得不好，对不对？你看不出来谁好，谁不好，对不对？而且你又是个新手，你不可能是说师傅给我按两下，是不是？你不可能挨个施工吧，对不对？但是我比较幸运吧，因为当时，我第一个做的是床脚椅背，还有这个油垫，你知道吧？就是那个垫里边既有椅背，又有脚，还能做油，还有床这样子，床干压和这个推油都可以。所以我去到那里的时候，那个经理跟我关系很好，对，然后他的名字叫什么，对吧？英文名字。所以就是我说咱们这里我们两个关系比较好，所以我有一次问他，我说哎，咱们这个店里边谁做工比较好啊？然后他就说凯文做工最好。我说为什么？我看他做工一点劲儿不使啊。嗨，他说你看不懂的，他说凯文从来没有投诉的，就是没有人投诉过凯文的。我说那个 Jason 呢？Jason 做工好不好啊？我看他做工挺卖力气的，而且就是动作也比较漂亮啊。哎，他说 Jason 不行的，Jason 有人投诉过他的这样子，所以我就跟这个 Kevin 师傅就是慢慢的亲近他吧，就是让他来教我一些东西。Kevin 要教我的这个是说全身各个肌肉都要放松，就是说我给别人做按摩的时候，浑身每一块肌肉都要放松。你可能会想，我操，浑身每一块肌肉都放松，那不是堆在地上了吗？什么那么瘫了吗？是不是？啊，当然了，这个是汉语就是这样子喽。他说浑身每一块肌肉都放松，你自己体会一下好不好？好吧，你要是说只按照字面的意思来理解的话，那我也只能说到这里了，对不对？他说浑身每一块肌肉都放松，浑身每一块肌肉都放松，这样子。我跟他学了一些皮毛吧，但是他说的一些话呢，我还是记在心里了。这样，而且他说，他说按摩就是按筋，这样按摩就是按筋。还有说过，就是你给别人按摩的时候，你要顺着这个筋呢，顺着这个筋，然后找一找，看看有没有这个疙瘩的地方，有没有疙瘩的地方。比如说很顺，然后到这里边，哎，这有个疙瘩，你就慢慢的按，然后把他那个筋，把那疙瘩呢。把那个疙瘩呢，给它按开，按开的话呢，可能客人就觉得舒服了，还觉得你哇，这么厉害，这么专业，能找到我的这个不舒服的地方，这样子。即使找不到的话，你就是顺着这个筋走一遍的话，他也会觉得很舒服的，这样子。啊，这是我第一个师傅。后来这个 Kevin 被这个老板给炒掉了嘛，这样子。然后我没过几天也被老板炒掉了，这样子。后来有跟一个
姓齐的一个师傅学过，对，姓齐的沈阳人。那个凯文是天津人，他们长得都很高，他们长得都有1.8米的身高。第一个教我的叫凯文是天津人，第二个教我的是齐师傅是沈阳人，他是原来在中国是一个电路工程师来的啊，在美国做按摩，一个60多岁的老头这样。他教我的时候就是手把手教我的，那这个视频，这个视频里边也有几个他的这个做椅背啊，做油的几个动作，就有几个视频的，有几个视频的，他就是那么做，他就是那样做工的，这样。他还是这个，齐师傅还是比较偏重于这种，这种动作吧，就是说他手把手教我嘛，他没有说过多的这种体会啊，就比如说像那个，凯文师傅，他跟我说，按摩全身都放松，还有就是，要是，按摩就是按筋，他是这么说的啊，所以就顺着筋走一走，然后找到这个疙瘩的地方，那就把它按开，这样的话客人会觉得很舒服，就算是没有找到这个疙疙瘩瘩的地方，那客人也觉得舒服了，这样子，这个是凯文说的，然后齐师傅他跟我说过什么话没有呢？他跟我说过什么话没有呢？我想一想，我不记得齐师傅跟我说过什么话，因为齐师傅教我的都是具体的每一个动作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如果是没有一个模特在这里的话，我觉得跟大家说也有点费劲，但是我尽量跟大家说一说吧。他说的意思就是，按摩的时候站位很重要，站位就站在哪个位置，因为按摩是要用压力压下去嘛，对，压下去才有这种。啊，我的体会是用压力呢，就是说，它这个感觉是比较稳定的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压下去这样。你如果是用这个肌肉的力量，你是不可能持久的嘛。你压下去的话，你只要保持这个平衡，只要保持这个身体的平衡就可以了，这样压下去。只要保持你身体的平衡就可以了。但是你如果是用肌肉的力量，你是你是既要平衡又要压下去，那个动作是那个力量是不稳定的，你知道吧？那种感觉是不稳定的，所以客人的感受肯定是不好的嘛。所以就是说，很多人是要用自己的身体的压力啊，这样子，这个也是一个方向了。然后有空的话，咱们慢慢再谈一谈吧。就是，平衡，英语就是 balance 这样子，这个很重要的，平衡很重要的，因为我觉得按摩的时候就是一个平衡吧，因为平衡把握好的话，你就慢慢的施加这个压力了，这样子渗透下去，然后慢慢的压了，慢慢的尬油了，这样，平衡，对，平衡。所以就是，如果是要学按摩的话，就一定要跟这个什么，跟什么样的人学，就是看着他。我的原则就是看着他做工不累，我才跟他学。如果他看着他做工很累的话，就看着这个动作就感觉很累很辛苦的话，我是不会跟他学的，这样子。因为学按摩的时候，你说师傅，人家他也不是生下来会的，所以你说怎么样师傅才肯教我，那很简单喽。师傅抽烟就给师傅买烟了，你买一盒两盒，他不要太小气嘛，直接买两条了。其实两条烟也不过就是，两百嘛，是吧？那但是你这个200，你这个东西给人家，他如果能够肯收下就是礼品的话，那他肯定会知道什么意思嘛，大家都不傻是吧？但是我觉得你就是空口的跟人说你教我呀，我觉得这个有点不太好，不是不好，这个你怎么也要花点钱嘛，是不是？因为这个东西谁也不是生下就会的，也都是跟别人学的，是吧？就是这么简单，就是多多少少要，反正我觉得不能太少嘛，你给一包烟，
你就指望人家教你，我觉得太小气了。反正我送给师傅一般都是两条烟两条烟的，应该反正人都人心都是肉长的吧？你给的六条烟的话也就差不多了，人家也会把它倾其所有嘛。我认为是这样子的，因为他这个东西，他教你，你学会了，他也开心嘛，对不对？而且这个同事之间也都知道，哦，这个齐师傅在教他。这样子都看到了，所以说也是，嗯，也会看一看教的怎么样啊，技术有没有提高啊，这样子对吧？好吧，今天我跟大家聊了一个，就是很多人都说不能用肘尖儿，不能压骨头，我认为是错的。我认为我全程是用肘尖儿的，我也是在刮着骨头和划过骨头来给这个客人做按摩的，这样子。另外就是怎么跟什么样的人，跟什么样的技师来学习按摩，我的原则就是，我看他做按摩，给客人做按摩的时候，我觉得他不累，我觉得他很轻松，这样的我才会跟他学习一下，或者跟他切磋一下，这样子。好吧，今天就说到这里吧。然后如果是有机会的话，或者是我又觉得很无聊的时候，我再上个视频，录个视频，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这个体会吧，这样子。谢谢你们，希望对你们有一些帮助，这样。因为我也是从不会到会，从一个傻逼到现在的可以说是顶尖的高手了吧，一路走来，也是觉得倒不能是说吃很多苦吧，但是也是在不断的体会吧，这样子。很多人都说要自己慢慢悟吧，所以我觉得很多东西跟大家分享一下也是一件好事情吧。对啊，因为谁也不可能做一辈子按摩吧，是不是？只不过是想挣点钱，然后解决一下自己要解决的问题了，这样子。好吧，那就这样了，谢谢你们。Have a nice day. And 平安、健康、开心，谢谢。拜。哦，对了，等一下。我的微信是15920452076，重复一遍，我的微信是15920452076，或者是用我的 QQ 号也可以吧 ，QQ 号是28464636365，28464636365。如果是我再重复一遍，28464636365，微信的手机号码是15920452076。如果是妹妹们想要跟我聊一聊这个按摩的事情，或者是想跟我交往一下，因为人在美国都是很无聊很寂寞的吧，至少我现在是很无聊很寂寞了，跟我聊一聊天了，然后都可以沟通一下吧，这样子。如果可以发生一些比较开心的事情的话，那我也觉得也是我的福气了，这样子。谢谢你们，就先这样了，好吗？拜。